身体的动作不够舒展，我希望在这个方向起到这个鼓励。你可别埋怨我说话不客气啊！没事，你那个原则上是半拉半蹭，不叫我怎么说呢？咱们就是说按约定成俗了啊！你现在反正几乎没有下肢和腰胯的力量，全靠我自己。
对，规矩就规矩，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看，你看见荡秋千吗？荡秋千看见过吗？你知道秋千为什么越荡越高吗？靠背上，靠的是惯性，知道吗？我要的就是这个，靠你动作这惯性，不许哪环节突然间加力，靠这个惯性，就是不停的这种无穷动能产生的惯性，够啊啊，来，对吧？对，对，挥，挥啊，挥够啊！No!
圈的时候，横向打开，别离得太近，横向打开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往左挥，往左挥，对，哎，对，对喽，往上挥，往上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对喽，往前挥，哎，把动作做完整，做完整，对，哎，做完整，别着急，是不是？这得一点点调，因为你原来也没有，怎么坏习惯了呢？感觉这画方面特别难看。那你胡大头你自己套关吧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球真是的，其实东西都不难。妈妈爷们可能也没人告诉我，自己就打呗。等到打开是谁，然后自己做成啥样你不知道。不是，因为你不会看，对不对？你要看马龙的连续拉不发力，他肯定是有连续，肯定是有交换中心，但你不知道。你就想去就想挨这下，哪有这下？你没这下，这下更你没有啊。所以说这个打球，你比首先这个动作你要用一个整体去看看，然后才追求细节。哪能整体上你还不完整呢？就追求细节，那你肯定掉包里了，好吧？那好，你就记住，别来这啊，顺势在前面。因为你到了这儿，你再挥，你就挥不到这儿了。你想挥的时候都不可能吗？我说对不对？你只有在这儿，他才能挥。他到这儿，你看，他肯定是往前到这儿就结束了。你要是说想打的角度大一点，这么说，你绝对不是这样说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必须迎上去，迎上去怎么来的？是靠转上去的，是不是？好吧。Thank you.